天眼查35数据，翡翠直播卖假乱象，466.3万家珠宝相关企业 5.4% 曾出现经营异常。据央视35报道，翡翠直播卖假乱象，宣称来自缅甸，实则在昆明办公，卖货杀价，层层设套，虚假宣传，自导自演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466.3万家珠宝相关企业，从地域分布上看，福建、江西和广东三地相关企业数量最多，分别拥有近 104.5 万家、49.2 万余家、近 40.5 万家相关企业。从成立时间来看，成立于五年以内的珠宝相关企业占比 90.1%， 成立于一内年的占比 53.3%。 天眼查风险数据显示，从事珠宝相关业务的企业中， 1.5% 的相关企业曾出现法律诉讼， 5.4% 的相关企业曾出现经营异常， 0.7% 的相关企业曾遭到行政处罚。据天眼查不完全统计，2021年我国珠宝相关企业共产生了100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、30条行政处罚信息、180余条严重违法信息。